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老顽童 FFB 手游游戏分享。这次呢，我想为大家带来这个实战的影片。就是之前呢，我只是为大家带过一些建议和分享。这次呢，我有练这个土王起来，因为我也发现到他有一些很好的招式，比如是这个全面反位，这个是很不错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我们的队员哦带来防这些攻击啊、反位魔法还有精神之类的。这次的这个实战影片呢，我也是为我们的一个朋友特别而做的。就是这位蟹友长哦，他在这边有一个留言，就是说好可惜哦，还以为可以看到这个实战的影片，哈哈哈。所以我之前呢有一些忙，所以没有特别做这一个实战的影片，所以现在这个影片是特别为你而做的，所以希望你喜欢。哦，在这里你也有说这个，你还没办法把全部的成就完成，哈哈，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完成你的这个成就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。Thank you.
you